Hey everyone, it's Dean.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的保健品，我会把它们分成五个类型和大家介绍。第一组就是关于美的产品，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特别期待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元素。我也单独录了一期视频，专门给大家科普这个成分。大家需要记住，就是 It's the relaxation mineral， 它是以一种帮助松弛矿物质著称。所以如果你压力大，容易感到紧张、焦虑、心悸、头疼、肌肉紧张，整个人是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，很难放松，睡眠可能也不太好，那么你可能缺乏镁。有 75% 的人都缺乏镁，补充一些镁可以帮助你的身心放轻松。那么我有四个选择，第一个是 Thorn 的甘氨酸镁粉。甘氨酸镁是在镁里最容易被人体吸收的一个形式，这是一款纯的镁粉，里面带有一个小勺子，是这种白色的粉，可以每天加一勺到白水中，可以搅拌然后直接喝。其实味道很不错，它带有淡淡的来自罗汉果的一个甜味，这个算是一个基础的镁粉，可以天天服用。第二款是 Calm 的这个睡眠粉，这一款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朋友。我最近去了一趟亚洲，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倒时差，我就使用这个，没有一个晚上因为倒时差失眠，效果真的非常好。它是以镁为基础的，有甘氨酸镁，同时加一些褪黑素 GABA L-theanine， 都是帮助睡眠的。这个里面也是这种粉末，但是它味道真的很好，很多睡眠产品特别是加了本草 Valeria 的就有点臭臭的，但这个是酸酸甜甜的那种莓果味，平时我就会用少量的水，不能太多，如果有起夜的话也会影响睡眠，然后放一小勺这么多的粉末进去，这个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搅拌一下，然后它会开始冒气，当它 fizz 完了就可以喝了。我们现在还是白天，我就不喝它了，因为喝了它真的马上就会犯困。第三款就是这个 Goldie 的果汁粉，这一款是蓝莓放轻松，就叫 calm 放松的意思，里面有镁有香蜂草，都是帮助放松的。而且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非常方便随身携带，任何时间感觉自己开始紧张了就可以喝一袋，可以帮助舒缓情绪。在一个水壶里加了水，然后把这个倒进去，淡淡的蓝紫色，非常好喝。最后一个是大家已经熟悉的 Integrated Therapeutics 的液体钙镁，这个适合需要补钙的还有便秘的朋友，它含有柠檬酸镁。第二组是有益肠道健康的产品，第一个就是 Vital Nutrients 的甘氨酰胺粉。任何与肠道问题做斗争的人，他们的肠道内膜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受损，所以去改善肠道健康的一个关键就是去修复我们的肠道内膜。那么甘氨酰胺可以做到，因为它是我们肠道内膜细胞的一个养分，一个燃料。那么这个里面也是一种粉末，这次的粉末比较多，没有任何味道，是这种白色的，可以直接加在水中，或者加入任何饮料或者食物都可以。第二个是 Goldie 的另一款果汁粉，菠萝舒畅。那这个里面含有消化酶、益生菌和生姜提取物，都是有益肠胃的，可以帮助减轻肠道的负担，然后去缓解一些不适的症状，比如说腹胀啊、胃疼等等。这个和刚才的蓝莓一样，也是这种小袋小袋的，非常方便随身携带，尤其是外食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提前喝一袋，就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肠道。这个味道也是淡淡酸酸甜甜的菠萝味，非常好喝。第三组就是对皮肤好的一些美容内服。第一个就是 Vital Protein 这个美容胶原蛋白，这个是在蓝色的原味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调整，它加了玻尿酸和益生菌，这个样子不仅可以帮助肌肤的胶原蛋白再生，而且可以让它更滋润，就给它补水，让它看起来更有光泽。同时它加了有机的草莓粉和柠檬粉，可以直接兑水喝，搅拌一下就 OK 了。第二个还是 Goldie 的超级果汁粉，这个是西瓜亮肤，因为里面含有玻尿酸、五味子和醋栗提取物，都是可以让肌肤焕发光彩、更滋润的。它因为这个没有含任何的抗结块剂，所以如果是在杯子里，可能用一个勺子按一按，喝起来就是淡淡的西瓜味，真的很好喝。第三个是 Goldie 的这个促生胶原椰子粉，这个里面也含有很多有效成分，例如生物素啊、玻尿酸啊、竹子提取物，可以帮助我们肌肤胶原蛋白再生。但是我特别爱它的原因是它底子是椰奶粉，一打开就闻到浓浓的椰奶味。如果你在喝茶或者你喝咖啡，你放一两勺它是粉末的放进去，立刻就变成奶茶拿铁了，非常香。这个很方便，因为是粉末的，放在办公室随身带着，没有奶的时候就可以用它。第四组就是呼声很高的护眼产品，花了很多时间选了几个我觉得会比较有效的。这是 I Promise 的成人护眼片，
这个是我眼科医生闺蜜推荐的，她说这个 iPromise 品牌只服务眼科医生，他们的配方非常专业，所以这款里面的所有成分，例如叶黄素、玉米黄质、鱼油、辅酶 Q 氏等等，都是实证对眼部健康有帮助的，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眼睛的黄斑色素密度，这个相当于是内置的一个防蓝光墨镜。所以如果你经常用屏幕，坐在电脑前用手机，觉得眼睛容易干燥痒，或者就是担心自己的视力的话，可以每天吃一颗，它是这样的胶囊，就可以帮助保护你的眼睛。第二款还是 iPromise 品牌的针对青少年的一个护眼咀嚼片，这个里面的成分呢，叶黄素、玉米黄质，也是能够帮助增加我们黄斑色素的密度，保护我们的视网膜，然后减少蓝光对眼睛的一个损害。然后它是这种咀嚼片，一天一颗，是酸酸甜甜的果味，非常好吃。第三款是 Nordic Naturals 的儿童的护眼软糖，这款里面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，我刚才提到的成分，同时也含有鱼油，所以它可以保护眼睛，也可以支持眼睛的发育。它是这种果味的软糖，小个小个的，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。最后一组就是产前保健，只有一个产品，就是 Nordic Naturals 的孕妇鱼油，这款是专门为孕妇设计的，所以它和普通的这个黄色这款有两个区别。第一就是 DHA 含量会高一点，有很多准妈妈知道在备孕和孕期需要补充叶酸，但是有很多不知道需要补充 DHA。 DHA 是可以帮助宝宝大脑神经系统眼睛发育的。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胶囊 size 会小一点，这个是普通的，这个是孕妇的。很多准妈妈在孕期就比较难下咽这种大的胶囊，所以这种小的胶囊会比较适合，这个在备孕、孕期和哺乳期都可以吃。然后我经常会收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备孕和孕期到底要吃什么，我给大家推荐最基础的几样，妊娠多种维生素、益生菌、液体钙镁，如果在备孕的话增加一个辅酶 Q10。 Alright， 就是这些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希望他们对大家有帮助，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爱你们。